Thank you.
会众各位早晨，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在家都好像跟我们一起这样站起身，用诗歌用圣经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圣经有这样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末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示录七章十一至十二节。主永远的依归，在圣经里每字每句描画着我生命。可亲的恩主，你配得称许，持续让我歌唱赞美，无休止。荣耀颂赞尊贵智慧，全归你。主恩谁可比？谁能猜透心意？谁能引领前路？决意身心灵都交给你，活祭为你摆上，如能让你欢欣。主永远的依归，在圣经里每字每句描画着我生命。可亲的恩主，你配得称许，持续让我歌唱赞美，无休止。荣耀颂赞尊贵智慧，全归你。谁能猜透心意？谁能引领前路？决意身心灵都交给你，活祭为你摆上，如能让你欢欣，我愿意，我愿献上一生，让你猜显。全凭着爱的能力，在末气里战斗，定会坚信，国度会彰显。哦，主恩谁可比？谁能猜透心意？谁能引领前路？决意身心灵都交给你，活祭为你摆上，如能让你欢欣，我愿意。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基督，使荣耀归于父神。神替我舍身，成就十架恩，洁净我一生罪过。基督赦我的罪，并倾出宝血，彰显你极厚心恩，全献上身心。随着十架恩，靠着你前途多恩，经心碎与忧困，遭逼迫与别离，请使我胆壮，忠心不变更。哦，主恩永不忘，心晓伴我心跳。大爱从来不变，经沧海与桑田，因天转与地移，都不可阻隔基督你的爱。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好高兴今日大家可以喺度当中，我哋可以藉着无论网上喺家中，我哋都系彼此能够相连，一同嘅敬拜。让我哋都一同嘅嚟到藉着祷告嚟到主嘅跟前，为着教会，为着世界，甚至为着我哋个人，我哋同心献上祷告。亲爱天父上帝，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喺呢段时间一直以嚟俾我哋嘅保护，俾我哋嘅看顾，俾我哋嘅恩典。在这个去到秋天秋末的时候，我们总是常常思念主你自己的恩情，或者我们每人都是面对着很大的困难，在这个疫情期间有很大的挑战，但我们每当想起上帝你在过去怎样是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带我们走过各种形形色色的苦难挑战，直到今日，我们相信主你在各种的艰难试炼里面依然是坐着为王，依然是監察全地，也都依然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呼求，你必然会来到垂听并且回应。求你就给我们众人在你面，在你现在里面，当我们真的心里面感到纳闷，感到忧虑，感到惊恐的时候，无论是因着疾病，无论是因着工作，无论是因着学校，甚至是因着这个疫情，我们求主都再一次给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信心，有盼望，帮助我们即是能够更加能够贴近你，经历你的恩典，也都让你给我们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信心能够更加大的去为到我们的世人，去到我们身边做见证，让我们知道有主你作我们的父是何等的福分，是何等的福气，让人都能够是藉着这个疫情当中更加可以认识归向你，并高举我主耶稣基督你这个尊贵得胜的名，求主继续在当中使用、引导和帮助。我们同样都继续纪念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需要，纪念到现在即将入冬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再好像过去一样那么容易能够可以去到外面有这个户外 去就算可能行路这些机会都会相对减少。求你都是给我们众人能够做出一个好的预备，在面对入冬的时候都再一次给我们有更坚毅的信心，也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期间能够更加可以去最次的来到守望，来到去纪念到我们身边很多有需要的人都同样能够施予关怀，愿主都感动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个冬天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可以继续来到去将主的爱来到传扬。我们同样纪念到在我们旁边的美国，在现在进入这个总统的大选的当中，主我们都知道这个的世界的强国，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个总统的上场都会对不单单是本土，对我们自己国家甚至对世界都有不同的影响，但我们都深信这个是以主你自己 的名来到去立国的国家，我们求主你就继续来到去在当中来到看顾，无论是哪一个的总统上场，我们都知道他会有不足，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一个来到执政掌权，神你自己在当中都亲自的来到掌管人的心，我们求主你在当中来到差派，来到拣选你看为合适的，可能不只是单单一个的总统，而是整个领导的团队，也都能够主你自己亲自的安排有你自己敬虔，有你自己一个是敬畏主你自己的心的人来到在这个的政府的里面带领着整个国家，也都影响着整个世界，能够将主你自己公义真理的道是能够实践能够显明，我们求主在当中都给我们信徒继续是为着当政执权的每一个的领袖，无论是讲的是美国，我们自己加拿大，也都是为着世界各地不同的领袖，我们同样都是恭敬的将他们交上，愿主你给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思想到我们人的渺小，我们对你那个的需要，愿人都在这个时候更加看到我们真的需要是归向你认识你，主要求你都给每一个世界上面的领袖有你而来的公义慈爱去对待当中在这疫情期间有很多受苦有困难 的民众的需要，愿你都在当中都再一次纪念到每一个在这个疫情期间受着无论是饥饿疾病各样恐惧所惊吓的这些子民，愿你都在当中同样是施以怜悯，藉着不同的渠道将你所要表达的爱和帮助都可以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你都继续赐福保守他们，也都求你再一次纪念到我们教会，在我们继续要去预备策划在明年
在这个所谓新常态之下，我们怎样继续来到秉承主你给我们的使命，也都继续拓展主你给我们这个国度的时候，都求你给我们众同工团的整个的团队都是有你而来合一的意象，合一的心，也都是能够继续有勇气和智慧去做出各种的安排，来到让主你自己的教会继续能够增长，继续来到成长，继续能够兴旺。我们都再一次将一息间的讲道何俊华牧师都是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的来到高牧帮助他，以致他的话能够清楚的传达，也都让我们每一个是令到聆听的时候都有谦卑受教的心，愿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到触动提醒和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来到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记载着在传道书八章十至到十四节，我读的是这个和合本。好，请听我读出。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八次，到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上帝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我说这也是虚空。弟兄姊妹，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传道书的信息。在今天讲到的引言那里，我尝试做一个很大胆的事，差不多可以说是我讲到以来，特别是粤语堂最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和教会，或者教会可以對政府的政策發聲嗎？咁樣嗱，當然啦，呢個問題如果喺早幾年咧問咧，就唔係好敏感，亦都唔係好大膽。咁但係咧，若果喺今時今日，特別咧，我哋粵語堂嘅弟兄姊妹好多係有香港嘅背景，我相信咧，好容易第一樣嘢諗到咧，就係香港嘅處境。咁究竟基督徒？同埋教會，特別教會作為一個群體嚇，可唔可以對政府嘅政策發聲嘅咧？咁樣好多時候咧，當我哋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弟兄姊妹已經有好快有唔同嘅取向。咁所以今日咧，我希望可以平心靜氣大家咧去思想一下要考慮嗰個範疇啊。咁所以咧就係同大家咧去問呢個嘅問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一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立刻記得，特別我們自己是屬於浸信會這個宗派，而浸信會其中一個的特色或者核心價值，通常我們英文就叫做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而中文通常我們就叫做政教分離。咁好容易咧，就會第一樣嘢咧諗起呢四個字政教分離。嗱，首先弟兄姊妹，你諗起呢四個字唔係錯嘅。咁但係咧，或者我都等我去講一講，究竟無論浸信會或者經常喺教會嗰個圈子裏邊講咧政教分離，其實主要嗰個目的咧係講緊咩先啊？有時我哋望文就生義啊。其實咧，無論浸信會或者整體基督教，我哋講到政教分離咧，主要強調其實係信仰嘅自由，即係話咧，國家唔能夠控制人民咧嘅信仰，亦都唔能夠咧去即係釐定同埋咧去界別咧即係點樣先至可以係你嘅信仰。咁其實呢個咧係大前提，就而當然啦，有一個引申嘅意思可以亦都指到咧，即係教會係咪會干涉到政策政治咧？咁或者呢個都係有相關，但係咧政教分離咧，主要嗰個目的係為咗保障咧信仰嘅自由。
另一樣嘢咧，同大家去未問落去之前咧，同大家去講咧，就係、一定大家要記得教會嗰個存在嘅主要使命係乜嘢？教會存在嘅主要使命咧係建立門徒，傳揚福音。浸信會同好多個福音派嘅教會一樣咧，唔會，亦都唔應該有咧自己嘅政治立場。不過咁喎，你未聽埋我跟住嗰句喎。不過咧，咁樣唔代表教會唔可以對政府嘅政策發聲。如果政策咧係會帶來咧唔公義嘅情況，我哋教會咧，如果大家上我哋嘅網站咧，如果大家仲未上過我哋新嘅網站，我鼓勵大家撳上去嚇。mcbc.com 好好玩嘅，好多嘢睇嘅。咁咧就如果你揾我哋即係我哋係邊個，我哋信啲乜嘢咧？咁你會發現咧係好簡單，有七個嘅即係可以話信仰嗰個嘅基礎啊，就係我哋信條或者我哋咧嗰個信仰。咁裏邊咧就其實冇講到咧我哋教會對不公義情況嘅定義同埋立場。咁但係如果大家咧知道咧。我哋教會其實咧係屬於一個宗派，我哋咧簡稱叫做兩省浸聯會，CBOQ 就係嗰個嘅acronym 嚇，就係嗰個簡稱。咁呢個兩省浸聯會咧，其實喺若干年前咧就出咗一份嘅指引啊，叫做咧 This We Believe， 即係話咧，如果我用中文嘢咧叫做咧因為佢冇中文版嚇，這是我們所相信的。咁而喺嗰個 This We Believe 嗰個 document 啊，即係依個這是我們所相信的嗰個嘅成份嘅文件裏邊咧，其實咧有一部分咧去到第八項咧係講到咧 justice 啊公義。咁我咧就想將我又用中文咧翻譯咗咧去頭嗰兩個重點出嚟俾大家咧去思想一下先啊，跟住我先講落去。第一個重點咧就係上帝呼召所有人。特別是基督的教會追求一種能夠反映到在聖經裏面所啟示出來神那個公義的地上的公義，所以其實就算我們的宗派講到公義的立場都是肯定教會要關注甚至乎要追求地上的公義。而第二個重點就是講到當我們彼此平等相處並且去尋求改變這個的奴役和壓迫這個的習俗或者做法的時候，我們就是努力爭取上帝的公義了，這樣。所以在這裡也有甚至乎用到的字眼有提到是就是我們要去爭取一些的反對一些不對的做法。在過去和一路到現在，基督徒特別是有香港背景甚至乎有些沒有香港背景的基督徒對於香港的情況有不同的看法，亦都有基督徒希望教會千萬不要講政治，亦都不應該講政治，但亦都有一些基督徒很希望教會有一個較為鮮明的立場。在這裡我不能夠代表所有教會，甚至乎我可以這樣說，我即能不能夠代表我們自己教會呢，這個都是要值得商榷。不過我想分享一下呢，即在整件事上面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在這段時間何牧師沒有帶領教會去作出一個較為鮮明的立場呢？其中一個的主因呢，我也要告訴大家，很坦誠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沒有一個智慧究竟去釐定和判斷呢，究竟現在那個問題呢是屬於一個政治的問題，還是屬於一個不公義的問題。我個人來說呢，也都覺得呢之所以有這麼大的矛盾，就是因為咧，連個問題本身咧，我哋都未必咧咁容易能夠釐定清楚。嗱，如果依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即係話咧，好似嚟緊美國大選，有啲基督徒咧可能支持某個候選人、某個嘅黨，
而另外一些基督徒支持另外一個候選人、另外一個黨呢，那這個呢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不同的人呢是可以合理地持不同的取向。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真的不應該有一個鮮明的立場。但若果我們定性這個做一個不公義的問題的時候，那教會是可以有聲音的。雖然呢教會亦都唔係一定，亦都唔需要，亦都冇可能咧，對住每一個不公義嘅情況咧發聲。特別咧，即係我考慮嘅因素，亦都係我哋身處即係呢個國家又已經咧遠咗一重啦咁樣。嗱，我相信咧，如果我哋能夠釐定到呢個究竟係一個政治嘅問題，還是係一個咧不公義嘅問題嘅時候咧，要用上的時間和心力呢，去達成一個共識呢是很困難。有時我自己這樣想，即是如果我們自己教會，即是如果你是不是我們教會，可能你不知道，譬如我們自己教會要安立一個牧者，或者呢要去選一個執事出來，確認那個執事呢都要過半數會友去參與個投票，跟住還有某個百分比呢才可以呢是即是 say yes， 才可以確定得到。那如果要釐定究竟現在那個情況是屬於一個政治的情況，還是一個不公義的情況呢，我相信那個討論呢是會用很多的資源。咁咧，而當咁樣做嘅時候咧，可能咧會，亦都好大可能咧會拖慢咧，教會去履行教會首要使命，即係話建立門徒同埋咧去傳揚福音嗰個嘅情況。其實就算我哋可以確定到某個，我想抽離啲啦嚇，唔好話淨係香港，某一個情況係同不公義有關咧，究竟嗰個不公義是直接的還是間接呢，都要討論。至於呢怎樣去界定，去表明反對不公義的立場，還是呢去贊成呢反對不公義立場的個手段呢，我們都要去研究一下，很複雜講的東西。咁咧就因為呢在當中亦都可能牽涉到呢會不會反對的手段又帶來另外一個的不公義的情況。我講得模糊一些呢，並不是呢即是不敢跟大家去討論這個的課題，而是呢歸根究底呢，這個不是一個容易去定性的問題。但是呢回來剛才我講到我們宗派兩省浸聯會對公義呢，其實還有呢下面幾個指引呢是很值得呢我們去思想一下。他繼續說，公義呢是需要對窮人的關心，並且追尋呢以最好的方法在每個社會中呢去創造福祉。又說公義呢是喚起對社會的關愛。又再說，公義是反對各種形式的偏見和由此產生的歧視。我希望呢我們教會對不公義那個的情況呢能夠較為全面一些，或者對不公義這個理解可以全面一些。除了關心呢是一些跟我們很切身的群體或者地區國家之外呢，我們都可以關心本地和世界更加明顯的不公義的情況，以及可以用實際的行動來回應。好了，回到去我們今天要看的聖經，我相信第一步我們要學習的就是好像傳道者一樣，去觀察得到世界上有不公義的情況。其實傳道者對於世上不公義的情況的觀察差不多貫穿整卷傳道書。在過往的講道可能我較為側重一些，是講到傳道者對活在當下，對於享樂那一方面，因為傳道者的確是講很多。但如果大家又調轉一次試一下，只是找由頭讀一次傳道書，
去找其實傳道者對於提到不公義的情況，其實你會發覺呢又講過很多次的。有幾次呢，其實在不同的講道裏面，我之前那大半年裏面都有碰過的。如果大家還記得，譬如三章十六節，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奸惡，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第四章應該是近一點了，我們講到的時候提過的，就是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壓，看啊，受欺壓的流淚無人安慰，欺壓他們的有勢力無人安慰他們。這個平衡對句，即是講到受欺壓的人喊也好點都好，都沒有人去安慰他們。講到欺壓的情況，當然就是一個不公義的情況。去到剛剛對上一個禮拜講到提過五章八節，你若在一省之內見窮人受欺壓並奪去公義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詫異。咁我只係提咗咧幾段或者幾節咧，以前同大家咧去讀過經文。我希望大家見到嘅咧就係傳道者喺嗰個對人生嘅反省裏邊咧，唔係睇得好窄嘅，唔係淨係睇自己，亦都唔係咧淨係睇享樂有關。佢其實咧經常都睇到呢個世界，睇到呢個世界咧有唔公平、唔公義、有欺壓嘅事情。所以咧，我都係講多次。除了我們要關心一些跟我們很切身的群體之外，我鼓勵弟兄姊妹我們多些去關心本地和世界較為明顯的不公義，又用實際的行動來回應。當然傳道書傳道者的反省就沒有怎麼提到實際的行動，但是不代表作為基督徒或作為教會不可以有實際的行動，因為傳道書只是66卷書裏面其中一卷，它讓我們對這個課題有某一個角度的教導。福音派教會包括我們在過去其實是較為關心道德的議題，即特別是講社會上面即那樣東西是對不對，咁咧就去評論，甚至乎咧，我哋會有啲嘅行動，一啲活動。但如果我哋對不公義嘅議題咧都增加關注嘅時候，又用實際嘅行動去回應咧，可能當我哋咧去為到道德嘅議題去發聲嘅時候咧，我哋嗰把聲咧更加容易咧被社會咧所接納同埋尊重。顧問論點都好，我鼓勵大家。今日咧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要去睇到嘅就係其實傳道者咧係觀察得到世界上咧有不公義嗰個情況，而依個嘅觀察咧係較為全面整全一啲，特別係關心到咧一啲嘅即係受欺壓嘅人。今日咧我同大家咧仲會分享多兩段嘅經文。咁而呢兩段嘅經文咧，都係同咧公義或者不公義咧係有關嘅。傳道書第七章十六至十八節咧，好多時候咧係令到我哋咧好莫名其妙啊，覺得咧點解傳道者會講啲咁嘅説話，甚至乎點解聖經裏邊咧又會有啲咁嘅説話？傳道者咁樣講，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情自慰。何必自取敗亡呢？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因為敬畏神的人必從這兩樣出來。在未繼續講下去之前呢，這段經文裡面呢有一些字眼，有些翻譯呢跟大家去思想一下。首先想给大家看到就是第十八節其實那個意念是在說什麼。其實第十八節那個意念是在說你揸住這樣東西又那樣東西你都不要鬆手，那就好了，就是頭那兩句的意思。然後再說就是說呢，因為呢敬畏神的人，如果用原文的動詞直就是說敬畏神的人行出嚟，其實呢個當然是一個嘅意象，唔係講緊嗰個人真係行緊，就好似咧講緊嗰個人揸住嘢，都唔係講緊揸住，
咁所以似乎咧，即係講到咧，如果敬畏神嘅人，即係在世生活啊，就係行出嚟嘅意思嚇，即係行走啊，行出嚟，咁咧就會咧攞住呢兩樣嘢，就係會喺佢一齊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建議咧，首先第一樣嘢十八節咧，其實可以咁樣去翻譯嚇。啊，你持住這樣那樣，你也不鬆手，變為美好。即係話咧，你攞住呢樣。嗰樣你都唔好放手，咁就好啦。即係兩樣嘢咧，你都攞住嚇。咁然之後跟住講咧，就係因為敬畏神嘅人出嚟，必與這兩樣一起。即係因為你兩樣都揸住啦嘛。咁所以你一路行走人生嘅道路嘅時候咧，總之兩樣嘢咧都揸住咁樣嘅意思。嗱，當然未解決到咧嗰個呢段經文咧最核心嘅問題。啊，最核心嘅問題係乜嘢咧？啊，最核心問題當然咧。就係點解傳道者可以咁講啊？嗱，當然啦，即係十七節容易解啲，解咗先啊。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人愚昧。咁但係都要解嘅。咁你可能即刻就會駁啊，都話咁係咪即係話行惡少少就 OK？ 即係做啲衰嘢做得過分就唔好咧咁樣。嗱，首先咧，第一樣嘢我哋要明白啊，有一個聖經學者佢講得好，即係話咧。我哋而家鬧緊做嗰樣做得多嚇，係唔好，唔代表咧我哋咧去肯定做少少係 O K 啊。就好似咧舉個例喺聖經裏邊咧提到咧，我哋唔可以咧喺隱密處咧去殺死我哋嘅鄰舍，唔代表咧我哋咧可以喺大庭廣眾殺死佢啊嘛，係咪？明唔明啊？即係你做一樣做得過分唔好，唔代表你做少少就 OK 嚇。咁呢個咧都係值得俾我哋去考慮。但我相信咧最大嘅問題咧，如果按住中文嘅翻譯喺度咧，亦都中文翻譯其實唔係大問題㗎嚇。就係十六節啊，咩叫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自情自慧咧咁樣或者咧解咗跟住嗰句咧可能會好啲嚇。何必？自取敗亡咧，其實咧喺希伯來文咧，嗰個動詞咧可以有兩個好截然不同嘅理解，都係合適嘅嚇。不過當然啦，大部分譯本揀咗呢個嘅理解咧，係有一個嘅原因，就因為呢個似乎係一個平衡對句啊。下一句講到咧，就係嗰啲行惡過分或者為人愚昧嘅人咧，就會不到期而死。咁所以咧喺呢度咧理解成為咧自取敗亡咧係好合適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個動詞咧亦都即係有時就係咁啦。希伯來文嗰個彈性嚇，希伯來文嗰個字咧亦都可以解做或者譯做咧感覺到驚訝嚇。咁所以咧有部分嘅聖經學者特別傳道書嘅聖經學者咧就會咁樣去嘗試去理解第十六節，即係話咧，叫你唔好咧，太過旨意你做好嘅嘢，或者咧係表現到有智慧就能夠改變到呢個世界啊！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覺得好驚訝，因為咧並唔能夠改變呢個世界。嗱，咁樣係某程度上咧去行得通嘅嚇，行得通嘅。咁但係當然啦，幾次加埋嘅時候咧，都有咧相當嘅困難。我建議咧大家咧係首先咧按住上文下理咧去理解，特別第十六、十七節嘅經文咧，我諗咧就更加重要。有時咧我哋讀聖經可能咧要有啲點講咧，即係有啲幽默感啊。特別咧讀智慧文學嘅時候，其實就算箴言咧都有啲幽默喺度嘅。但係我哋如果睇唔到嗰啲嘅幽默嘅成分，我哋咧就按字面去解咧，咁有時咧就即係解過濃咧，就係我建議大家去理解嚇。咁啊，其實上文係講緊咩咧？直接嘅上文第十五節咧係咁講嘅，佢話咧有義人咧就行義，反倒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這都是我在虛度之日中所見過的嚇。咁其實咧喺原文第十五節咧，就第一句應該就係話呢兩樣啊，或者呢幾樣啊，所有嘢都係咧喺我呢個咧
即係轉瞬即逝嘅日子當中啊，都係用到咧嗰個嘅 keyword 嚇，即係虛空嗰個字嚇。咁但係其實應該喺呢度咧帶有即係轉瞬即逝嘅意思啊。喺我轉瞬即逝嘅日子當中，我係見過嘅係乜嘢咧？有兩樣嘢見過。第一樣嘢咧就係有啲義人咧係做啲好嘅嘢，但係咧敗亡；有惡人做啲惡嘅嘢，倒享長壽。當然長壽就係祝福嘅象徵。然之後先至講十六、十七節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能夠睇到當中嗰個幽默感咧，其實咧，可能呢幾節經文咧，即係仲有味啊嚇。講完啦，呢個跟住就講啦，十六節就話唔好行義過分，亦都唔好咧自情自慧。自情自慧咧，其實都可以咧表示咧係過於自情自慧，即係真係過於有智慧嚇。咁樣嘅意思，但係都係一樣嘅，即係話咧，其實傳道者有少少幽默嘅成分，就係話千祈唔好咁好啊，因為按住第十五節，如果好又點啊？即係二人行義就點啊？就反倒滅亡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就算亦做自取敗亡咧，如果我哋加埋嗰個幽默感同埋上文下理咧，我哋其實明白傳道者，即係嗰句説話唔係一個吩咐，唔係一個鼓勵，而係即係想帶出，即係你就算做得咁好，咁咪都有機會咧去死嘅啫，係嘛？即係反而都會滅亡嘅啫，未必一定有好嘅結果。咁就係有依個幽默感嘅成分，可能咧就會明白多啲咧第十六節，而第十七節咧傳道者最講落，其實擺埋十五節又好有意思嘅。咁如果按住呢個幽默感再諗落去，咁如果惡人行惡就應該會長壽啦。咁但係傳道者又即係有少少叫玩嘢嚇，咁又唔係喎，又話唔好行惡過分啊，唔好為人愚昧。咁跟住嗰句咧就唔係話咧你就會有長壽啦咁，啱啱相反，何必不到期而死咧？你以為呢個係定理咩？又唔係喎，其實按住聖經其他嘅地方講到咧惡人咧係會被神懲治，甚至乎咧係會不到期，即係咧佢未到佢應該有個死期就死啦，即係咧因為神咧縮短咗佢嘅壽命。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按住上文下理，特別第十五節咧，會幫助我哋解咧十六、十七節嚇。咁但係咧，我哋都未處理咗咧第十八節，就係咧咁究竟傳道者喺度講緊嘅係乜嘢咧？你持住呢樣嗰樣，你都唔鬆手，咁講這樣同嗰那樣係乜嘢咧？攞住嗰兩樣係乜嘢嚟咧？咁樣咁咧，大部分嘅即係傳道書嘅學者咧，或者有部分啦，就理解講緊呢兩樣咧，就係對上嗰個嘅教導，就係咧唔好行義過分，亦都唔好行惡過分。咁但係當然咧，呢個最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呢兩個係講緊唔應該做嘅嘢，但係而家咧嗰個十八節嘅意象係話呢樣同嗰樣咧都唔好鬆手。咁亦都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似乎咧，如果咁樣去理解，即係話呢個中庸之道啊，唔好做咁好，又唔好做咁衰嘅時候咧，似乎又唔係一貫咧傳道者咧嗰個反省嘅作風啊，從來冇第啲地方咧咁樣去講過。嗱，我建議咧大家再睇多一節。就係第十四節，第十四節裏邊咧，講到係乜嘢咧？遇亨通嘅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嘅日子你當思想，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為嘅係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我特別咧想將呢一句咧翻得仲清楚啲嚇，頭先睇到講話咧，即係神叫依兩樣嘢並列咧。其實如果按住原文，嗰、那個即係差唔多直譯啲咧，就係話神做這樣並且那樣啊。咁而咧跟住嗰句咧就係話咧，為咗叫人咧查唔到咧之後咧有啲咩嘢事。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咁樣去理解嘅時候咧，我建議第十八節嗰個這樣那樣你揸住嘅咧，其實咧就唔係講緊第十六、十七節，而係咧講緊十四節咧。神做呢樣同嗰樣，咁係做咗啲乜嘢啊？上文就係講到有亨通嘅日子，亦都有患難嘅日子，兩樣都有。
即係話咧，十八節其實翻翻到去十四節開始帶出個主題，就係咧，就算你係敬畏神嘅人咧，都要知道你有亨通嘅日子，你亦都有患難嘅日子。睇翻成個段落，即係話咧，你就算係好用盡你嘅能力去做好嘅事，喺你嘅生活上邊每件事上邊都反映到你係極有智慧咧。不代表你可以掌握到未来。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可能这里就更加恰当。但是整个段落其中一件事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反省的，就是特别是第十四节最后一句，为的是叫人查不出之后有什么事。其实传道者呢，有很多口头禅的，当然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虚空的一个口头禅，跟着呢用活在当下一些教导也是口头禅，但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口头禅呢都出现了超过十次，不过用不同的形式去表达出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形式，查不出，在英文就是 may not find or 或者是 cannot find，咁咧就查唔出啊，揾唔到。咁如果按住中文嘅和合譯本咧，其實咧依幾個嘅講法咧，都係咧依個口頭禪嚟嘅。不能參透，誰能測透？咁其實咧喺英文嘅翻譯好多時候咧都係用 find 啊 ，F-I-N-D 嗰個字啊。咁而另外咧仲有一個相關嘅講法，一個口頭禪咧就係誰知道啊 ？Who knows 啊？同埋咧不。知道 do not know 或者 does not know， 所以呢加加埋埋呢啲嘅口头禅咧系超过十次以上，而呢啲嘅口头禅咧俾我哋即系睇到传道者当佢反省呢个世界嘅运作嘅时候咧，其中咧你可以咁讲一个结论，就是、原来佢咧系查唔出咧嗰啲嘅原理啊，嗰、那个嘅秩序喺呢半年里边咧。我發覺咧，即係做父母，包括我自己咧，因為仔女特別啱啱而家開學啦，就喺好多時間咧，有部分時間咧喺屋企度去上堂啊，咁有好多嘢咧，都即係學校咧，未必能夠咧，即係有咁多時間咧去教佢哋，咁咧好多時候嗰啲嘅問題咧，我啲細路咧翻到嚟，即係或者喺屋企度嘅時候咧，就會問我。其中一個最近的問題咧，我個女第八班，佢問我咧就係點解嗰啲吸盤啊加咗水之後咧會增加嗰個拉力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嚇？咁咧就如果你知嘅咧，又喺今日嗰個YouTube 個 chat 度你打出嚟嚇，咁咧就俾兩分鐘時間大家，冇啊，俾十五秒大家打下，即係嗰啲即係如果你有架車咧，用嗰啲camera 要啜落嗰個玻璃度嘅咧。點解嗰個吸盤啊？你加少少水落去整落去之後咧，就會增加嗰個拉力，拉得實啲嚇。咁呢個咧就係我女其中一份功課或者上堂咧一個問題啊。咁當然嗱，即係後來咧，我即係 search 個 internet Google 咧，我揾到個答案，我諗都係真嘅嚇。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其實老實講啊，我就唔喺度讀。即係第八班嚇，我喺香港讀完預科，跟住過嚟先讀大學，有好多即係學呢度咧，佢哋學嘅嘢咧，我其實都唔識嘅嚇。咁咧就我發覺咧唔能夠唔接受一樣嘢咧，就係咧有時咧我要對我個女，我希望未使對我仔字咧，我仔第三班啫嚇，我要對我女講咧對唔住啦嚇，我唔知道嚇，或者咧即係我揾唔到答案嚇，查唔到出嚟。咁我諗咧我咁樣答咧，某程度上咧好過亂噏。因為當我亂噏嘅時候咧，可能會越幫越忙。所以我諗呢樣嘢咧，都係我哋需要學習。要學嗰個咧就係查不出同埋不知道嘅智慧啊。咁呢個咧就係我睇傳道書咧其中一樣嘢咧學習得到。有時咧基督徒咧喺即係維護我哋信仰或者傳福音嗰個事情上邊咧，我會咁形容啊。越幫越忙，越答就越衰。很多時候咧，特別咧，如果講到同今日有關咧，不公義，但係咧，如果我講到咧比較即係普遍，
即係苦難災難嘅情況咧，啊，無論嗱，我數幾次我有印象嘅，無論咧喺好多年前嘅9/11，又或者南亞嘅海嘯，或者咧美國嘅校園槍擊，啊，甚至乎今日嘅 COVID-19 咧，啊，我都聽到咧，即係有基督徒，甚至乎有即係宗教人士啦、教會啦，啊，俾到一個咧好即係好 definite 嘅 answer， 啊，即係一個好確明確確定嘅答案。點解呢啲嘅災難啊？呢啲嘅情況會發生。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呢啲咁明確嘅答案咧，反而咧會越幫越忙。啊，鼓勵咧大家有時候，當然我哋唔係每一次都淨係用呢招嚇，但係有時候咧，我哋都要有咧呢個查不出不知道嘅智慧啊，免得咧係喺維護我哋信仰或者傳福音嘅事情上邊咧，越幫越忙。好啦，我哋咧再睇另外一段，就係今日咧我哋讀經咧讀過當中幾節嘅段落，就係傳道書第八章嘅經文啊。第十至到十二節上半部分係咁講嘅：我見惡人埋葬歸入墳墓，又見行正直事嘅離開聖地，在城中被人忘記，這也是虛空。啊，讀到呢度先。呢節嘅經文咧，呢個翻譯唔係錯嘅嚇，只不過咧，唔係唯一嗰個可能性。啊，最大嗰個嘅要考慮嘅地方咧，就係離開聖地呢幾個字。首先咧，第一樣嘢我哋要考慮呢幾個字要咩意思啦，當然要處理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呢幾個字究竟係屬於邊個人做嘅嘢咧？其實咧喺原文聖經咧，兩個角度咧都可行嘅。一個角度咧就係好似我哋中文和合譯本咁啦，就係講緊咧行正直事嘅人離開聖地啊。咁如果按住呢個咁樣嘅理解咧，即係或多或少咧，就好似咧即係做好嘅嘢咧就要離開咧，即係神嘅地方啊，又俾人忘記咁樣。咁呢個唔係行唔通嘅，但係咧就比較牽強一啲嗰個理解啦啊。咁咧就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其實就係呢個離開聖地呢組嘅字咧，其實係仲係講緊惡人。咁而咧嗰個動詞咧，其實唔係講緊一定咧係講佢離開啊，而係咧係可以講緊咧即係進出亦都可以。咁所以咧呢一節咧其實可以咁樣即係翻譯：我見惡人得以埋葬，從神聖嘅地方出來，但在城中被人忘記的，卻是行正直事的。咁呢個咧，我亦都係嘗試按住原文咧嗰啲字出現嘅次序咧，去咁樣同大家去翻譯。咁其實呢個咁樣嘅解釋咧，亦都係好多今日嘅聖經學者咧會咁樣去選擇。有兩個可能性，頭嗰兩句説話講緊乜嘢？第一個可能性咧就係見到咧，即係惡人得到咧好嘅埋葬，得以埋葬，即係特別強調到咧得到好嘅埋葬。咁咩叫從神聖嘅地方出來呢？有部分嘅學者咧認為咧喺度講到咧就係即係佢哋咧嗰個嘅安葬禮成個禮儀咧係咧好受尊重，咁所以咧即係出殯咧係從一個咧係好嘅地方，神聖嘅地方出發。咁呢個係一個可能嘅解釋。另外有啲人咧亦都理解成為咧就係嗰句後邊嘅説話咧係講緊昔日嘅情況。即是说这些恶人能够得好好埋葬，而在生前呢又在神圣的地方出入，这样的意思。即是说一样是表示到这些人得到人尊重。而相对比较的呢，就在城中被人忘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呢行正直事的。似乎呢这个这样的对比呢是更加恰当。无论如何，第十節咧就冇人會否定啊，係一個嘅對比，而呢個對比咧係傳道者咧認為咧係唔妥當嘅，因為咧惡人如果按住定理咧，應該咧就即係如果我哋俗啲講就是、死無葬身之地嚇，咁但係就算唔係咧，都唔應該受人尊重嚇，得到好嘅埋葬，而行正直事嘅咧亦都唔應該咧被人去忘記。咁但係傳道者話咧呢個就係佢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他继续讲下去，他说
因為斷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滿心作惡。那個意思呢，不是講緊好像在法庭定了罪，跟住呢俾個緩刑佢咁樣，唔係講緊嗰啲嘢。其實嗰句嗰個嘅意思呢，即係話呢個罪惡唔能夠即刻得到懲治，就係嗰個第一句嘅意思啦。咁世人呢就滿心作惡啦。咁呢個或許呢都係傳道者一個好恰當嘅觀察，就係話呢啲人點解唔驚呢？啲惡人點解唔驚呀？因為犯咗事嘅時候，做咗衰嘢嘅時候，欺壓人嘅時候，都唔係即刻睇到報應嘅，繼續好 happy， 繼續好快活。咁所以佢繼續講落去，罪人雖然作惡百次，倒享長久的年日。呢個呢就係傳道者呢見到呢唔妥嗰個嘅情況。我相信呢，當我哋讀呢度嘅時候呢，我哋可能呢心裏面呢都會認同傳道者嘅觀察。並且呢，當我哋去睇呢幾句說話嘅時候呢，我相信我哋或多或少呢我哋都感受到傳道者嗰個嘅即係不滿喺當中。我曾經睇過一個猶太拉比咧，佢寫嘅一本書裏邊一個分享嚇。咁當然啦，我唔係完全認同呢個猶太拉比咧整個嘅信仰嘅內容。咁但係我覺得咧，佢裏邊嗰個分享咧，即係幾有趣嚇。咁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呢個認同。咁嗰個猶太拉比咧，就我相信佢咧就唔係好睇啲即係啲 cheap 嘅電影爛片啊，啲無聊戲嗰啲咧就唔係好啱佢啊，即係周星馳嗰啲佢應該唔係好啱嚇。咁佢就咁講啊，即係佢年紀大我啲咁多咧，應該如果睇嘅時候就係咧佢話咧佢而家咧就即係佢個分享咧就講到佢昔日咧睇過一套嘅電影係《奇連伊士活》嚇。就做嘅一個 series 裏邊，其中嘅第一套應該就係咧，即係 Dirty Harry 嚇，唔知你有冇睇過？中文都有嘅，叫做咧《緊急追捕令》咧，就係第一套。咁佢話咧，佢好記得嘅，就係咧，佢都冇講佢點解會入場睇啦。總之佢睇緊啦。咁但係咧，佢話佢嘅心裏邊同佢嘅腦咧有一個好大嘅張力，因為作為一個即係好認真好嘅人咧。佢一方面喺頭腦上面咧覺得哇，即係咁爛嘅片嚇，點解我喺度睇緊咧？即係垃圾嚟嘅咁。咁但係嗰套片裏邊咧，即係都係講到咧即係嗰個主角咧係一個差人啦，跟住咧攞住支槍咧就去即係射低啲壞人咁樣。但係咧呢個拉比佢咁講，佢話但係咧，即係佢內心深處啊當嗰個差人咧攞支槍出嚟咧，即係射低啲人咧。嘅時候咧，佢覺得好大嘅快感同埋咧，即係好滿足甚至乎心裏話係啦，攞支槍出嚟打爆佢嘅頭啦咁樣。咁咧就即係我睇到呢度嘅時候咧，覺得有啲會心微笑啦嚇。嗱，我相信咧，即係呢套戲未必大家睇過，但係咧，如果睇電視劇，可能有一啲電視劇嘅成功咧，某程度上咧，可能都係觸到一啲觀眾嘅心理。在昔日咧，嗰啲嘅電視劇可能40集、50集咧，好多時候咧，嗰個壞人、惡人得到懲治咧，就係最尾嗰兩集啊。咁咧就大家要捱幾十集啊，個壞人咧殺曬啲人啊，做曬嘢搶曬人啲錢啊咁樣。咁但係咧喺即係近我諗十年咁上下十年呢段時間裏邊咧，有一啲成功啲嘅電視劇咧，佢就似乎捉到觀眾嘅心態咧，就係大家頂唔順啦，即係要頂咁耐。咁所以每隔一兩集、兩三集咧，嗰啲惡人嘅惡事咧就被揭發出嚟，咁就大快人心啦。咁所以嗰啲電視劇咧亦都好成功入到屋。咁我唔開名係邊啲啦嚇。咁咧就高敏亮點都好咧，我諗我哋內心深處咧的確咧有一個嘅諗法。而呢個諗法咧，應該係 built in 咗，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就係咧罪惡咧一定要得到懲治。嗱，傳道者咧喺呢段嘅段落裏面咧，再一次咧提到死亡呢嗰個嘅觀念係嘛？講到埋葬係咪？死亡如果係永恆嘅終結，人生就變得冇意義啊！相反嚟睇，傳道者的反省咧，係叫我哋認定咧，死亡唔可能咧係永恆嘅終結。
在傳道者的反省裏面，他對死後世界很模糊，之前講過。所以正正當我們今天看傳道書的時候，更加讓我們看到死後有審判，死後有這個公義是一定是要存在，才使到今天那個生命是活得有意義。我們繼續看十二節下去，傳道者跟著說什麼。他雖然看到有世界上有不公義、不公平的情況，但他未完的。他說，然而我準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終久必得福樂，惡人卻不得福樂，也不得長久的年日。這年日好像影兒，因他不敬畏神。我不知道當大家讀到這裡的時候，即係睇唔睇到嗰個嘅對比？一方面咧，傳道者睇到呢個世界嘅觀察係，哇！惡人得唔到懲治啊，佢咧甚至乎咧可以享受長壽啊，有美好嘅生活。但係咧，呢個係內心深處佢嗰個嘅認信，佢冇動搖到呢個認信嘅，就係敬畏神嘅人，終久咧會得到福樂，惡人係唔會得到福樂，亦都唔會得到長久嘅年日啊！佢哋嘅这些年日好像影兒，因為他不敬畏神。所以呢，或者可以这样说，傳道者知道審判被延遲是不公義的，他没有否認这件事，但他从来没有放棄敬畏神这个核心价值，即是不会是以自己的手段用邪惡去報應不公義。某程度上，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去聯想到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有這樣的說話，在第十七節開始他說，不要以惡報惡，接著他繼續說下去，他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等神怒，要讓步，不要自己申冤，因為經上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而在那個段落，保羅最尾他這樣說，他說，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我相信在這裡我們都需要從傳道者的反省和傳道者學習的，就是就算我們見到審判被延遲這件事是不公義的，世界上的公義，但是不要放棄敬畏神這個核心價值。这个没给到一个 license， 没给到一个牌，我们以不公义的手段去制止世界上的不公义。但是传道者在这段里面不是又停在这里。可能你最估不到的就是传道者竟然停在这两番的说话那个的对比和张力里面。他又回到去讲同一番的事情。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当他再肯定回那个敬畏神的核心价值的时候，他又回来看到他的观察没有改变到的，世界仍然是不公义的。但是最有趣或者最吊诡的地方就是第十五节，不是一个结论，但是是刻意是跟这个十四节成为一个对比。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传道者就说，既然是这样，不如有什么有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好像这么上下这句话，就是这样啦。这样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他，而是當我們一路看的時候，我們知道這番說話傳道書不是第一次出現的，間不中傳道者就攝這句下去，即或者可以這樣說，我也重複說了很多次，世界上是有些我們看不過眼的事情，但千萬不要被這些不公義的情況剝奪了我們活在當下的權利，不要充斥著我們的心，就是所有就是不愉快、不公平的事，令到我們很苦的過每一天。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不公平的事的確是存在在這個世界。所以我盼望今天從傳道書當中的公義或者更加
清楚咧，就係傳道書當中嘅不公義咧，我哋咧學到呢幾個功課嚇，要學習觀察到世上咧有不公義嘅情況，係一個整全嘅觀察。要擁有咧查不出不知道嘅智慧，要認定死亡唔可能係永恆嘅終結，審判被延遲唔可以成為唔敬畏神嘅藉口。最後咧，唔好俾咧唔公義嘅情況剝奪咗我哋咧活在當下嘅權利。我哋一齊祈禱。主啊，我哋知道喺世界上邊有不公義嘅情況，願意你幫助我哋對整卷聖經有一個嘅全面嘅認識，俾到智慧我哋點樣在世生活啊，對不公義嘅情況發聲，並唔單止係我哋表明我哋嘅立場，並且我哋更加能夠參與改變呢個唔公義嘅世界。願意你幫助我哋擁有一個能夠反映到神你自己公義嗰個嘅情操，去追求地上邊嘅公義。奉基督耶穌聖名祈禱，阿門。圣殿中，他怜恤受压的人，主掌握在人间。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滚滚。神又岂止于圣殿中，他怜恤受压的人。你公义降临，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滚滚。神又岂止于圣殿中，他怜恤受压的人，主掌握在人间。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滚滚。神又岂止于圣殿中，他怜恤受压的人，愿你公义降临。神求你喜悦我们的敬拜，献上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作你看为义的子民。公义降临。
好，各位弟兄姊妹，来到奉献的时间，而我们都再一次为着我们无论是金钱、祷告，或者是各种形式上面的奉献，我们都祷告。亲爱的上主，再次多谢你赐我们众人在你里面有各种的丰富和恩典，我们能够可以在这里当中参与敬拜，就已经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惠，因为我们依然可以去赞美、去祷告，甚至可以以你给我们的资财、给我们各种的丰盛来到去献上。我们求主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呈现这个感恩的祭，纪念到主你恩典的作为，也求主你继续的使用，来到将这些各种的我们所献上的都是能够继续用在主你自己的国度，在你圣功的上面。我们继续求主你的国来到降临，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我们今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来到报告的时候，报告的事项呢，我想我今天呢都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我们首先都是提升到这个儿童圣诞鞋盒的那个事项先。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每一年其实我们都有呢做一个的儿童圣诞鞋盒，就是在当中将一些透过这些的将很多不同儿童需要的物品，可能是玩具或者可能是他们的纸笔等等不同的器具呢，送到去这些可能是当中第三世界甚至是贫穷国家儿童手上，用他们在这个圣诞节都是藉着当中有这个的机构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来到去将主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爱的信息传达开去，来到以一个很实质的行动来到去赐福，来到去祝福他们。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参与的呢，你们可以来到去教会去索取这个的鞋盒，又或者你可以自己预备一个的鞋盒，将你已经填，即是将已经整好的鞋盒和上面装满玩具那些呢，来到去交去教会那里呢，那我们会有人再收集和再处理的。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对于例如好像当中有什么可以放进去，或者怎么去包装等等呢，你都可以上到这个的网站samaritanpurse.ca 嗰度咧，你可以查詢，或者可以喺我哋教會嗰個嘅崇拜嗰個程序網頁入邊咧，都有更加多嘅詳情。如果你有啲咩想更加想知道多啲嘅話咧，你可以聯絡我哋嘅 Pastor Joanne 李樂恩傳道嚟到去查詢。另外咧就係婦女天地咧喺10月27日咧有另一個嘅公開講座，就係關於呢個背痛同坐骨神經痛。講完係郭永官醫生。都歡迎，無論是你是男的好、女的好，有時間的都可以參與。另外，我們在五堂崇拜之後繼續有傾有講，如果你是早堂的，你可以五堂之後呢來到去 log in， 可以是透過這個 Zoom 或者是 Facebook 來到去跟我們一同的來到去傾偈或者是交通。另外，我們繼續在星期四有這個中橫天地的廣場，那是下一次我們的題目就是怎樣過 Halloween。我想特別對我們的家長或者可能有孫都好了，這個都是一個很我們常常都要去思考和跟我們小朋友去處理的題目。那都鼓勵弟兄姊妹，你或者邀請你身邊的朋友呢，都可以無論透過 Zoom 或者透過 Facebook Live 跟我們一同參加。好，其他今天的報告事項就到這裡，其他的你都可以上我們教會的網站來到去繼續的詳閱其他 的詳情。那我們結束的時候呢，一重唱讚美詩。赞美耶稣万福音弟兄姊妹，我哋同心领受从神而嚟嘅赐福。愿赐平安嘅神亲自使我哋众人全然成圣，又愿意我哋嘅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直到耶稣基督翻嚟嘅日子完全无可指责。阿门。天将事上帝